我的工作需要常常派到国外短期出差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国家待超过两个月，谱出了一段异国恋曲，回国后就变成长期的异地恋。对方年纪小我8岁，又是个外国人，可是我担心不同的文化会无法相处。将近5年了，我们俩就处于这种痛苦的异地恋状态。师傅，我该结束这段感情吗？前一个问题和这个有类似之处。我想相爱、恋爱，首先是建立在你这个人、人体、相貌和整个这些外在特征上的。如果没有这两个实际的活生生的人，现实中的接触，尤其是异国的这个异地恋，几乎不靠谱。如果在同一个国家或者在同一个城市，也许你们早已经结婚了，已经有结果了，只因为你在拖拉着这5年，你想你们见面有多难，你们多少年见一面，你拼了老命你可能半年见一面，但是这个靠谱吗？可能比较这个老朽的看法是，恋爱你们通过实际的接触才能够真正去感受对方，或者接受对方，或者包容对方啊，绝不是远距离的。远距离肯定能做很多心灵的沟通，但是它离真正的一起生活相差的太远，尤其是异地再加上异国，就几乎没有结果的啊，这就是我的看法。当然何去何从你自己把握吧，看看结果如何。今天我准备两个礼物，就是两个小手串啊，这个好像是那个檀香的手串，你闻很淡淡的清香啊，还有一颗天珠啊，同学送给我的，这颗好像有点咖啡色淡淡的这个，哎，那这个这两个礼物呢，会送给接下来的回复这个 Facebook 最积极、最有效率，就看谁那个发的帖更优秀、更优质、更有深度、更有趣味啊，我会评选出3位获奖者，我把这两个珠子送给他。那我第三个奖品我还没想出来哈。想出来之后一定比这两个东西还要好，好吧？那第三个奖品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谜，好不好？那现在这么世界这么暴露，